放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8月27号亦都是八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二了。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期的健康大数据，我是 Rainy， 在电话那边有听众朋友很熟悉的赵博士。好啦，我哋每期节目咧都会有请赵博士为我哋听众朋友带嚟啊一啲相关于健康啊，点样活得更健康，点样食得更健康啊，点样玩得更健康，瞓得更健康咁样嘅相关嘅大数据嘅。咁啊，今日赵博士要同我哋大家一齐探讨嘅咧，哇，犀利啦，好多个简写啊 ，WITTTS 系啊 ，WI。Triple T S， 咁佢哋系关于一个点样嘅主题呢？系关于现实治愈方面嘅一种哲学问题嚟嘅，系咪啊，赵博士？冇错啊，当我哋有一个咁样嘅哲学咧，整好咗啦，我哋好多嘢都可以解答啊，同埋去知道究竟系啱同埋唔啱嘅。啊，其中嗰、那個得咁，我哋解釋咗 WITTTS 先啦，就係、是、第一 W 就代表 window of effectiveness， 即係啊，佢有冇效啊？嗰一樣嘢咧，喺個窗口位其實仲有冇時間啊？有冇遲個頭啊？早個頭啊？咁啊，早個頭就叫做預防啊，遲個頭啊，可以係冇效，但亦都可以係唔單止冇效，可能有毒都唔定，即係嗰個 window of effectiveness 好有用，好重要嘅。咁啊，第二樣嘢咧就係個 I 啦 ，intention 啦，你想點係咪？你想點，同埋對方咧可能叫你做嗰樣嘢，佢又想點？可能要睇下唔單止你想點，對方想點。咁譬如我攞個例子嚟講下，就係、是你黑刺。啊，咁呢个黑刺啦，咁隔篱嗰个就话，着翻件衫啦。但系你嗰个 window of effectiveness 咧，系其实而家系热天啊，咁啊，亦都唔系因为冷气，因为可能系即系多花粉啊。咁嗰个 window of effectiveness 喺呢个情况里边就冇乜关系啦，因为根本上件冷衫，着翻件冷衫喺个热天时候，当你打黐。啊，咁就唔係因為有冇冷氣，同埋因為係你過敏，可能咁啱係毛菌添，咁就咁如果係毛菌咧，咁要處理個毛菌啦；如果係花粉，就要處理啲花粉啦，可能要抹下塵都唔定，因為要抹下塵，咁就咁。但係著翻件冷衫就完全同呢個 window of effectiveness 冇關係。咁但係 intention 啦，對方點解講呢樣嘢？因為覺得好煩，係咁打黐啊。系咪啊？甚至咧，要有啲情况就系要有一个咁就个第一个 T 系乜嘢咧？就系个 trick 啦。着冷衫系唔系个 trick 嚟嘅咧？即系呢个得唔得咧？咁你会答唔得 ，no。跟住咧，然后下一个 T 啊 ，treatment 有冇医到你嗰个情况？咁亦都系 no。咁啊，你 tally 啦，咁啊问下。最好點解我之前成日講話要有個 community 咧？而你 community 就會影響你個決定啦。就係、是、你問下你阿爸，問下你阿媽，問下你細佬，問下你阿妹，問下你啲親戚，問下你朋友。咁但係如果你嗰啲親戚朋友都係唔理嘅，或者唔知道嘅，或者唔睇啲數據嘅，咁就話係著翻件冷衫啦，都得嘅喎，係咪？仲要問埋自己喎，其實係咪癲咗啊？有冇關係咧 ？S 就係 strategy 啦，問完曬之後啦。咁又問啦，呢個策劃得唔得噶？真係去考慮一下，係咪？嗱，我哋攞另外一個題目啦，就又用翻 WITTTS 嚟決定啦。上個禮拜我哋講話咧，有啲牙咧同埋退休啊，咁我哋又講下話瘦口水好唔好啊？
但係即係有人問啦，咁啊，我哋就答咗漱口水係點，但係答得好快，冇用到呢個 WITTTS 嚟決定。咁第一樣嘢就係、是、啊口臭，所以啊係咪口臭，所以咧要用下啲漱口水咯。咁啊，咁呢個可能嗰個 window of effectiveness 可能得嘅喎。但係如果個口臭係因為你瞓覺時候抹大個口，咁你話我攞啲嘢炸佢咪得咯？聽完趙博士同埋阿趙瑞傾過，炸下佢就得噶啦。咁啊，呢個就 intention 咯，變咗係因為你話 window effectiveness 得啊，我有呢個問題應該冇問題啦。intention 就係我想個口唔臭啊嘛。咁係個 trick 定係一個 treatment？ 係咪一個 trick 咧？咁就好 depends on 嗰、那個嗰啲咩漱口水嚟噶。如果佢有酒精咧，呢啲已經證實咗，酒精咧就會令到口乾嘅。咁如果佢有酒精嘅漱口水令你口乾咧，咁就變成一個 trick 嚟喎。咁佢啊，咁你就會把 yes 係個 trick， 係一個簡短嘅方法。但係咧，係咪一個 treatment 咧？係咪一個長期性真係有效率嘅嘢咧？咁、那個、那個答案係 no。咁然後你又要有個 community 啦，問對方啦。但係如果佢唔識嘢嘅咧，咁就變咗係未必得嘅。但係如果佢知道咗、聽咗同一個節目，上個禮拜節目識咗呢啲嘢啦，咁啊，咁然後咧知道唔係喎，即係第一就係、是、漱口水有酒精會令口乾，第二就係、是、都要錢㗎，第三就係、是、你仍然都係抹大個口嚟瞓覺喎，咁會唔會？啊！揾另外啲方法嚟合埋個口會好啲咧，就唔係淨係處理個問題。咁你就會 go through 第三樣嘢，就係 tally 啊，問曬嗰啲啊 tally 同埋啲 benefit and cost， 跟住然之後 S strategy 就係、是、啊，可能要重新再考慮過，係嘛？咁呢啲就會幫到啊你去啊有呢個哲學性嘅策劃，有呢個 WITTTS。去決定了很多樣嘢都可以做到的，譬如你知唔知道咧？我哋當我哋唔知道點決定某一個方法，好清楚嘅方法咧，有陣時我哋會亂咗啦。咁然後咧，我哋可能會簡化咗件事啊，或者咧，我哋會咁聽咗人哋講完咗之後咧，我哋做埋喎啊。咁 WITTTS 咧會救到你哋。會救到你好多樣嘢，譬如 window of effectiveness， 譬如可能你唔知道自己有 cancer， 咁但係咧有聽人講話咧，如果啊食呢樣嘢啊幾好啊，嗰樣冇做到 body check， 冇驗到啲血，咁就話點解唔得嘅咧？人哋得，我唔得嘅咧，咁你可能要即係譬如啲腸胃唔舒服啊。或者係有啲其他地方我肝唔舒服嚇，唔知點解，即係嗰度腫起上嚟，成日都有好多水積喺嗰度，你唔揾人睇下嘅咧？好似上個禮拜講牙醫唔揾翻個 periodontist 睇下啲牙肉咧，咁又有另外一個問題啦。咁所以嗰、那個你唔清楚個情況，但係發覺冇效，可能你已經超越咗你個 window of effectiveness。啊！中風又係啦，中風又係有個時間可以食某啲藥，可以令到嗰個情況咧好咗嘅，好轉嘅。但係如果你冇咗嗰個 window effectiveness 咧，咁咧可能嗰個情況冇處理到啊，冇揾一個專家去處理啊，咁你可能咧就會唔係淨係講唔到少嘢啊，慢慢會好翻啊。係過咗個 window effectiveness 時間，你會有 brain damage， 或者甚至長期行唔到啊，喐唔到，就算 rehab 都好難 reverse 啊，即係有啲咁嘅嘢嘅喎。所以個 window of effectiveness 咧，個窗口位咧就可以好清楚話俾你知，咦，仲有啱唔啱啊？我係咪早個頭，所以係做 prevention， 定係我遲個頭，或者根本唔啱情況添？好似頭先話嗰個。敏感鼻敏感嗰樣嘢咧，就係話著翻多件冷衫，咁呢個咪唔啱咯。咁趙博士，好似而家我哋灣區目前咁樣嘅天氣啊，嗱而家就夏末秋初啦，咁其實花粉咧講緊嘅就少緊啲噶啦，
就嚟都要雨季噶啦，其实。嗯。咁喺我哋今日探讨嘅主题里面咧，例如呢、這个效果嘅窗口，正话你所讲嘅，咁同即系佢嘅饮食同埋生活习惯喺依家呢个时候，佢有冇啲咩特别要注意嘅问题咧？即系我哋普罗大众老百姓嚟讲。有的，其實我哋即係好多人就話，咁真係冇咗花粉，點解仲有打黐咧？咁啊真係冇抹到塵，或者咁啱有人抹咗塵，啲塵喺個空氣度，係冇吸走佢，或者有毛菌，毛菌咧啱啱我哋新澤西呢邊咧，同埋呢個漢州係兩個星期日前咧係多雨到係一個鐘頭有5至6寸嘅雨。咁咪變咗，如果你唔識得去處理呢樣嘢，唔整翻乾啲嘢，如果濕咗咧，咁就會引致有毛菌喎。如果你真係想再下一步嘅，就話啊，我想知道，如果咁多雨水咧，應該周圍及嘅，因為咁多雨水，你間屋頂，你嗰啲地方啊，嗰啲叫做樓下個土庫，可唔可以頂得順咧？定話佢頂唔順？如果有水入嚟嘅咧？是不是敏了它就可以了，定说其实呢 是要知道 它都要有些地方去，你敏了它现在的水呢的压力高到呢可能用墙都裂埋。就是这个 window of effectiveness, 我们所有人 都想去处理的。但是有没有想过可能那个人90岁的。如果我们用这些方法落去到呢，可能第一不划算，又令对方辛苦。亦都我哋唔好肯定嘅，攞嚟搞啫咁啊！咁呢啲咪就係攞去明白個情況 ，window effectiveness。咁如果真係打黐嘅，洗洗個鼻咧，可能係3-4個月嗰啲花粉咧，同啲污糟嗰啲塵咧，有陣時喺個鼻藏咗個鼻裏邊，繼續刺激到自己咧，又係有呢個可能性。所以個 window effectiveness 同埋嗰個 treatment 咧，係要配搭嘅。如果用咗啲嘢冇效啊，咁就要諗下，究竟係嗰樣嘢冇效，定話自己喺個情況裏邊咧，可能做嗰個次序錯咗，好多呢啲咧要喺嗰個 strategy， 我話嗰個方法 S 裏邊咧，要諗下啊，我哋喺邊一個情況？有陣時啊，係啲花粉或者啲塵咧唔係好多，不過因為自己食開好多高過敏嘅嘢，搞到自己咧。是而家咧，係少少啊，都會好易 set off 咧。咁又係一個問題，或者攞咗件衫出嚟著咧。不過嗰件衫咧，等咗好耐喺個衣櫃裏邊，而有啲塵螨喺度啊。咁你諗下會點？著咗落去，唔單止打黐，仲會可能咧會有皮膚敏感，係因為啲塵螨咧啊，可以令到我哋有呢個叫 allergy profile 嘅。咁就是一個 strategy 裏面諗下，唔係喎，喺呢段時間我唔係咁嘅喎，但係我而家打黐啊，點解會一打就打咁多次咧？會唔會係啲食物敏感？會唔會係啲衫裏邊啊攞咗啲嘢？定係會唔會一個環境有人做咗啲嘢？因為一有個 change 呢個就轉變咧，我哋應該要用呢個 WITTTS 咧嚟決定究竟係發生咩事。唔该晒，赵博士，我哋第一次节目时间先到呢度先，稍事休息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一齐听听赵博士提供俾我哋嘅健康大数据。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日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日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日豪华5星级游轮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日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5星酒店、5星游轮含国际机票，每人仅3999起。世纪游轮湾区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心脑血管瘦，健康又长寿。心脑血管瘦，通血管，降血脂，防止动脉硬化及血管阻塞，提升心脏大脑血液循环，有效改善胸闷气短、头晕、手震、四肢麻木等症状，防止中风和心肌梗塞的发生。心脑血管瘦全天然，无副作用，早晚一粒，保证我们中老年人健康又长寿。
一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方便快捷，即刻拨打415-990-4468 990-4468。唉，又到节日啦，真系唔知送咩俾长辈好。我早就买好咗野花牌绿蜂胶，阿爸阿妈一直有食，血糖、血脂、血压维持得特别好，免疫力都提高咗啊！佢哋身体好，我先放心。呢、這个好，送礼送健康，就送野花牌坦氏巴西，源于自然，销量领先，官方认证。野花牌绿蜂胶推出买六送一，更提供本地及中港台免费邮寄服务，本地一到两日收到。订购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想盡一下，鮑魚子醬、藍鰭拖羅、日本和牛在舌尖上融化嗰時 ，Silver Oak 嘅靚酒在你口中蕩漾，激發出每一道菜的深層風味。海膽魚子飯令你體驗到美酒和美食交織出的極致和諧。星島誠意邀請你參加在 Redwood City 著名餐廳 Brochette Dumpling and Grill 舉行的獨特品酒晚宴，而由 Silver Oak 精選的佳釀和八道精緻菜肴完美配搭，為你帶來一場前所未有的味覺盛宴。9月28號盛大舉行，每位費用含税及貼士僅為198元，座位有限，立即致電650-808-8888 650-808-8888預訂。奢華與美味就在眼前，等待你來親身體驗。健康大數據會為大家一一解破數據背後的健康密碼。4:24回來我們今天第二節的健康大數據，我們繼續有請聽眾朋友很熟悉的趙博士。好啦 ，Rainy， 我哋大家而家可以讲下用 WITTS 三个 T 咧嚟研究下呢个龟同埋兔嘅赛跑。我哋应该好熟悉呢个故事，就系话因为嗰只啊龟咧就继续啦，佢慢得嚟，佢继续，而个兔咧系好骄傲，所以佢瞓着觉而输咗。系你记唔记得有个咁嘅故事啊？系啦，由细听到大，之后咧又教翻个女吓，早早辈辈咧都想话俾咗细佬哥听咧，叫佢哋唔好骄傲吓，系啦，唔好即系瞓低咗喺自己嘅成就之上。OK， 啱啊，佢其实有一个角度，个 intention 系有一个角度，但系个 window effect 咧，或者叫做喺嗰个情况里边咧，有冇或者因为个龟系咩都冇做到，会唔会形成咗咧？话俾个小朋友听咧，其实咧，你其实唔使点做嘢，你慢慢行咧，有机会赢嘅，有噶，因为出边有啲人咧，好似兔仔咁噶嘛，有机会赢得噶。咁你谂下，有一个成功角度咧，如果我哋话嗱，好似龟同兔赛跑，我哋咩都唔使理佢嘅，慢慢嚟得噶啦。做人咧，你嘅身体有问题系啊，有问题，不过慢慢嚟。慢慢嚟，迟早会搞掂嘅。船到桥头，自然会直噶啦。会唔会简化得太犀利咧？咁呢个有个问题喺度嘅。仲有就系点解所有嘢都系个赛跑嚟嘅咧？点解咧？即系一定要有一个赢嘅咧？咁我哋掟啲情况出嚟咧，改佢啦。如果再嚟多次龟同兔赛跑，如果万一今次咧唔系条直路嚟嘅？你知唔知龟有咩问题咧？我哋讲下佢啲问题啦。嗱，龟嘅问题咧，系佢真系有只壳喺后边嘅，个壳啊稍微重啲。咁如果我哋个龟系遇到一个情况咧，系有好湿，落咗雨啦，好湿同埋好多泥喺度时候咧，佢黐咗落啲泥里边咧。成笪咗出嚟，好 muddy 嘅，叫做好多好多好濕咁，好似香港咁啊，落咗好大場雨，濕到咧喐唔到嗰啲咧。咁其實咧，只兔瞓咗好耐咧，都就只會始終會醒噶，咁都會過咯。只龜係冇可能出到嚟嘅，啊有個咁嘅情況。另外咧就有個好高嘅山，咁咧咁就咁、那個龜咧，其實行上去咧。都好麻烦噶，
或者有條河，遇到條河，條河咧係好急流嘅，所以根本上個龜咧係過唔到去乜滯嘅。啊，咁如果我哋今次嘅故事就講話，其實個兔咧同嗰個龜咧已經打一老啦，老嚟啦，已經試過第一次賽跑。咁而呢本書咧係收埋咗嘅，佢要做啲乜嘢咧？就係嗰個兔仔根本就唔想見到只龜輸，咁所以咧遇到第一次嗰啲泥咧，只兔仔就幫個龜啊扶佢過去，咁所有動物咧都睇住呢件事發生嘅，哇好緊要啊！原來個兔會幫只龜嘅。第二啦，嚇喺個山上邊咧，嗰個兔咧又幫只龜，佢幫佢推上去添。啊，陪住佢，咁去到嗰個好急流個河咧，其實龜識得游水嘅，咁啊龜就話：啊，用住我游水，你就可以過。兔唔識得游水，咁啊兔咧又好聰明，亦都係一個領導人，佢已經多咗好多智慧。佢話：好多謝你，好多謝你去為呢件事。但係如果我企喺你上邊咧，應該大家都會浸咗落去嘅。所以佢咧扎咗啲麻繩咧，啊，跟住然之後咧就同又幫嗰只龜。扶住佢，有佢个龟又扶埋个兔一齐过嗰个情况里边，嗱呢个故事咧就会变成点样咧？就系用 WITTTS 去尝试教俾个小朋友或者任何听众啦，因为我哋大人都有一个叫 inner child， 我哋细个承受咗唔少噶啦，因为嗰啲角度冇用呢个 wits 呢种方法去做啦，咁所以。冇谂过我哋听完嗰啲故事咧，会唔会嗱？我哋唔好唔记得系临瞓前听呢啲咁恐怖嘅故事啊！对我哋讲小朋友好恐怖噶啦，原来做人咧要不停斗噶，要斗到咧最后嗰日啊！咁但系而家就教你，就其实人生系讲合作嘅，系讲话点样帮助。咁究竟有啲咩礼物咧？原来有个，你当有个。好 wise 嘅 creator 喺度讲话，得啦，而家你哋既然做得咁好咧，兔仔既然你识得咁样做又冇偷懒咧，我哋升你入去呢个十二生肖里边，所以咧我哋有十二生肖里边有只兔，啊咁啊可以拉到啲小朋友话，哦原来系咁样噶，有多个故事，个角度可以转变，因为我哋攞个情况摆咗喺一个尝试去谂好多唔同嘅角度，听咗之后咧。嗰、那個小朋友或者個大朋友會係點樣個人生裏邊點處理啲問題 ？Window of effectiveness 就係嗰個 learning 嗰樣嘢咧，同埋 leadership 咧，唔一定要鬥，唔一定要贏嘅。咁呢個就係用 window effect 搞掂佢啦，就係話我哋一定要令到大家係團結嘅。咁然後個 intention 啦，就係我哋嗰個點解要改咗個 effectiveness， 因為如果大家鬥咧，繼續鬥落去咧。邊個叻啲嘅咧？其實咧，最後咧都係大家輸嘅啫。喺依個環境裏邊咁混亂啊，大家都睇到嗰個世界好混亂啦。而家都有兩個仗喺度打緊噶啦，咁變成咗我哋需要多啲去叫做 community 咧。咁連啲故事都要執佢嘅喎，咁所以即係可以俾你睇到 WI 啦，跟住 T 啦，就係攞走嗰啲 tricks。嗰啲全部呃我哋嗰啲咧，我哋攞走嘅 treatment 啦，有冇幫到你舒服啲先？知道原來大家可以合作嘅，有咁你 tick 咗嗰度，跟住問下你啲身邊啲朋友覺得點樣？咁呢個咪就係個 tally 啦，就係你會唔會舒服咗？會喐動到你咧？其實做人咧有少少唔同，跟住嚟，然後就 ask 啦。個 strategy 就係以後我哋做所有嘢咧，可以咁樣行嘅，條路可以行得好啲嘅。唔该晒，赵博士。时间搭半，我哋稍事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一齐健康大数据。时刻有你，一路有我，分秒精彩。星岛中文电台，你现正收听嘅系星岛中文电台粤语台。碧桂园在停车场加设防护栏保障安全，现在每晚大优惠，提供几十款菜，凡点四个菜加送一个菜，点八个送两个。碧桂园在604 MacArthur Boulevard San Angelo， 电话 510-562-2828。
PG&E 正全力以赴为加州建设更安全、更稳健的能源系统。我哋采用最新的 AI 技术，以更快地侦测和应对火灾。为了在长远降低成本，我哋将高火灾风险地区的路线埋入地下，并加固电线杆，安装阻燃电线套。PG&E 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安全、更可靠、更实惠的能源系统，造福我哋的社区。办理购屋、正值重新贷款、投资贷款及不查收入贷款，联络万通贷款 Vicky 林小姐，服务湾区多年的房地产贷款专家，经验丰富，诚实可靠。 Vicky 林小姐，415-609-3003，415-609-3003。金华月饼多年来荣获国际认可，食品安全卫生和品质保证。在 Costco 有香滑白面蓉、五仁等蛋黄酥、芋头酥，口感一流。另外本地超市更推出金华绿豆糕，美味清香，好好吃啊。加州五寻月饼，新鲜卫生，够香味，人人食过都喜欢。加州五寻月饼特别有双黄五仁、双黄榴莲，哇，好正啊。你要处理旧车或者捐赠汽车，一起帮助有需要的家庭，请联络三藩市总医院 APA 亚瑞交换服务处，电话415-616-9797。社区历史文化繁荣商业经济，由华埠历史文化协会北美常用药展览馆主办。2024年华埠名车展都在9月1日星期日，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三藩市华埠都办街隆重呈现，免费入场。高级名贵跑车、收藏级古董车等等，都在亚洲以外的最大华人社区中国城同你近距离接触。今日仲有中日节目助庆，下午3:30古典名车巡游，不容错过。城中城市华埠车展。加以感觉精彩门分，交通灯号专用城市节奏，星期一至五日落逍遥。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4:34啊，翻到嚟今日第三节嘅健康大数据啊，我哋继续有请赵博士同我哋讲一讲呢个我哋嘅MITTS 嘅呢个概念啊。啊，呢个概念好得意咧，系嘛？啊，赵睿，呢个概念咧，即系可以用龟同兔赛跑都可以讲一笔故事出嚟咧，转变咗佢。變成一個即其實你有好奇心就得噶啦。咁你一諗起咧，就係點可以個 intention 做多啲 teamwork 啊，做啲好嘅 community 啦，冇大家喺度拗曬啊鬥啊。咁其實點解要鬥呢？係因為我哋不嬲都想鬥贏咗嗰、那個，你話請嗰個最叻嗰個咪好咯。咁啊，間中你都會見到一啲故事咧，就話最叻嗰個原來揀佢唔鬥嘅。佢試過金融小說有講過啦，又講過爭喺度，大家鬥有咩唔好啦？咁其實我自己就遇過呢啲情況嘅。以前咧後生嘅時候咧，做一個發明家咧，成唔成功咧？係咪一個 scientist 睇你發唔發明到嘢啫？如果你首先你發明唔到嘅時候咧，即係你乜都冇。但你發明緊嗰陣時咧，所有嘢如果你想攞到專利啊，嗰啲嘢要唔存在嘅，即系你要研究一個唔存在嘅嘢，仲要令到佢變成咗真嘅，先至叫做先至叫做成功例子。嗱，呢個難噶啦，呢個幾難下嘅情況啊！我又揀咗行呢條咁嘅路，咁仲有嘅喎。原來當你擺 WITTTS 落去咧，你可以更加好啲。譬如我其中一個研究就關於呢個石墨烯啦。石墨烯可以令啲嘢輕好多，所以你可以做魚竿啊、波鞋啊，甚至啊，而家你見到有好多好多產品出邊嘅。但係如果你諗下個 window of effectiveness， 即係話究竟你會想佢個效率有幾 impactful， 即係幾多人可以得益嘅咧？一個輕啲嘅魚竿咧，你唔釣魚同你冇乜關嘅，係嘛？你波鞋咧，其實已經有啦，世上已經有啦。而石墨烯是一種23世紀的物料嚟嘅，
不過咁啱，因為好多好多好叻嘅人士，令到我哋揾到呢只物料喺今時今日啊世上，而家得廿，而家係廿一世紀啫。咁早兩個世紀揾到呢樣嘢，你就擺翻落去十九世紀，已經嗰時有鞋著噶啦。有冇再癲啲咧？會唔會有啲錯咧？咁呢個係後生嗰時咧，慢慢去留意到，咦個 window of effectiveness， 所以點 apply 咧？其實如果我哋擺石墨烯落去啲瀝青，好多人都知道我做緊瀝青嘅嚟噶。咁啊，瀝青嘅研究咧，可以令到嗰啲瀝青咧，可以令到嗰個地震嗱，唔係停止地震啊，不過令到個地震個過程咧拖慢。嗱，咁你最緊要係乜嘢咧？一有地震咧，你哋加州就有地震噶，咁啊變咗咧。如果我可以買幫你買翻多啲時間，等到你可以去到安全到達嘅地方咧，係咪爭好遠啊？係爭好遠啊！等個或者令到層樓唔好冧落嚟，因為咧嗰個地震喺啲瀝青度可以散咗啲力度走。咁呢個咪就係從未試過做過而用嗰、那個。intention 啊 ，W W 就个 window of effectiveness 啊，就去咗一啲地方咧，平时人哋冇谂过。I 咧就系个 intention， 我想吓，我唔想啲人咁惨，无端白事冇时间遇到，跟住冇时间去准备，跟住咧，然后咧就无端白事走咗唔知边个，又系某个人嘅亲人嚟嘅。咁你如果个 intention 可以改到啊，咁系唔系一个 trick 噶？系咪一个？是不是即是呃的这个不是、哦。是不是 treatment 呢是真正的 treatment， 因为这件事 buy you more time， 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 treatment 呢在无论可讲的 医学啊定话 在这些研发里面呢 buy you more time 很重要。那你 mentality， 你会不会想有件这样的事呢、十个里面十个都说很重要。咁、这、呢個呢、这個係好重要，咁、这、呢個呢、这個就你 tally 佢啦，咁然後咧個 strategy 啦，咁究竟我要去邊啲地方去問邊一個，佢會話好啊，去做呢樣嘢，定話個個會話唉唔好啊，唔使要啲咁嘅嘢，咁你咁就會行到條好唔同嘅路出嚟，就用呢個 WITTTS， 無論你係攞嚟講小朋友故事啊，攞嚟做一個決定。你可唔可以用你用天然嘅嘢好啊？定话用西药嘅嘢好啊？边样嘢好啊？咁你要谂下嗱 ，window of effectiveness 得咁多嘅啫。咁然后你个身体咧，就譬如你当你唔愿意去食少啲肥腻嘢，但系咧你又想试下啲天然嘅方法，咁佢个配搭咧。就唔係好啱呢個 mild hypertension 啦，因為 mild hypertension 咧可能遲早要靠藥嘅，咁但係因為你唔肯去，即係你又要踩 brake 又要踩 gas， 咁變咗會壞噶嘛。咁如果你知道嗰個情況係咁嘅咧，你認識咗自己係咁嘅咧，咁你其實咧要做多少少嘅嘢嘅，可能你要揾啲節目。是个 lifestyle change 咧，系你唔系刻意去做嘅，嗱唔系你要逼自己做嘅，系咁啱咧，你同啲朋友啊，佢都系做紧呢样嘢，佢都系有呢个病嘅问题。嗱，好多人就会问，咁系咪即刻转咗西药？唔系，系要谂下点样去叫做令到自己喺嗰、那个，既然个 intention 系唔想有 hypertension， 唔系个 intention 系话我想继续玩啊，唔系咁啊，你系要谂下喺个 intention 里边点配搭你嗰个 buy you time 个 window of effectiveness， 等你可以咧用到天然嘅嘢，因为你知道自己系唔想有 lifestyle change， 你中意食煎炸嘢嘅，咁咪就系要可能啊煎咧好过炸啊嘛，你中意食煎同埋炸嘅嘢。咁可唔可以煎多个炸咧？喺嗰个角度我哋令到我哋逐步、啊、逐步去令到自己啊，原来得嘅、哦，好少少嘅啊，都仲系中意食炸，唔紧要。我哋唔好用啲咁曳嘅油，我哋用啲靓啲嘅油嚟炸啊，咁又得，因为个味道差唔多咧。我哋用牛油果油炸，咪好过起码用粟米油炸，因为粟米油咧。佢個炎症更加犀利咗，
咁啊，咁系咪好啲啊？原来我哋继续要用粟米油炸嘅，唔肯用橄榄油嘅，炸完换咗啲油佢，唔好炸完再翻炸，咁点做咧？好难噶，因为你要同嗰个地方熟，跟住咧，然后咧佢要净系为你而炸，但系就系有啲咁嘅叫做 strategy 啊，喺嗰个情况里边，令到嗰个人会好啲啊，跟住说服咗佢啦。他看到原來有幫助的，原來自己做下這些東西原來有效，那他又那他就變成 buy in， 他自己都看到哇原來可以這樣的，那這個就是為什麼 WITTTS 今天介紹可以這麼厲害，可以令到你改到你人生很多東西呢，去用這個方法，這個 philosophy 了。OK， 唔该晒赵博士，我哋稍事休息一阵啊，转头翻嚟我哋今日最后一节嘅健康大数据，广告之后见。圣哈尼桂藤赌场大酒店分享幸运，八月每个星期六下昼三点到晚上十点，嚟玩三重奏转动赢奖游戏，旋转之后有机会赢得25万元现金，保证80位赢家。每个星期四嚟免费领取一次参加高达50万元次热出老虎机大赛嘅机会，酬奖高达15000元现金。下载桂藤行动 A P P， 尽情享受游戏乐趣，成为桂藤奖赏卡会员，即刻获得高达500元免费老虎机游戏奖赏。详情请浏览桂藤娱乐频道 .com。合大兴建材 Liberty Home Supply 同合泰兴门窗 Liberty Windows and Glass 现正举行秒价门窗大优惠，从即日起至10月21号，勿失良机。同时仲有粗陶厕所秋季大赠送，买厕所送水龙头，大量现货，价格最优惠，送完即止。我哋仲有多款建筑玻璃、橱柜石材、瓷砖地板、卫浴五金同各类装修材料，7天营业。合泰兴喺沙田市2300号 Caesar Chavez Street， 电话415-642-6288 642-6288。电台正应合泰兴。世纪游轮15天美食豪华团，11月18号出发啦！参观上海、苏州、黄山、杭州、长江三峡以及重庆，品尝上海嘅本帮菜、苏州平潭宴、杭州大闸蟹宴、长江凤凰古城、张家界、长江三峡、重庆成都。15天，11月20号出发，带你去睇电影《阿凡达》嘅取景地，去感受苗族风情。北美华人独家包船，5星酒店、5星游轮，含国际机票，每人仅2999元起。世纪游轮湾区热线6266666999。海事商业集团欢庆50周年，从1974年威斯康星州神圣嘅土地起步，我哋走向全球，赢得消费者嘅肯定同信赖，成为全球巴奇森第一品牌。50年坚持自产自销，拥有全美最大华人自营生产，超过1000亩处女地，精心培育巴奇森优生品种，全美首家符合 GMP 标准嘅心厂，从种植到分级，层层严格把关。海事商业集团50载耕耘，8年梦想，精彩启航。嘿、hey， 好多人试过三和南海洋纯 NMN， 话好有效喎、啊。你有冇食啊？梗係有，可以逆龄抗老嗰隻南海洋纯 NMN 嘛。可以加快人体新陈代谢，修复受损细胞，成个人青春晒。三和南海洋纯 NMN， 高大新农药行有售，湾区免费查询电话18774081864。18774081864。加二听觉，精彩门分，交通灯号，专业城市节奏，星期一至五，日落逍遥。康大数据会为大家一一解破数据背后的健康密码。好，翻返嚟今日最后一节嘅健康大数据啦。时间过得真系快啊！我哋仲有10分钟嘅节目时间。是好，我哋继续将时间交返俾赵博士，同我哋讲返我哋今日嘅主题，就係一种用哲學嘅思维去思考我哋嘅健康。时间真係过得好快，我盡量塞晒啲嘢落去啦，大家可能都有留意到啦，塞晒落去就冇赵博士冇辦法去同你傾下偈呀，即係主要我好想同你傾下偈，因为呢个譬如天灾呢样嘢呢，
嗱，頭先講石墨烯啦，咁石墨烯你見到好多嘢走出嚟啦，咁啊，亦都贏過諾貝爾獎嘅。但係會唔會你一比較一下，我哋針對天災攞一個23世紀物料去針對天災，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令到啲太空嗰啲火箭係輕咗嘅，啊，可以擋到太陽嗰啲輻射嘅。咁呢啲咪好重要嘅嘢啦，同你攞佢嚟做一個魚竿嚇，咁啊變咗會唔會或者波鞋會唔會嘥咗咧？會唔會嘥咗一個咁嘅物料咧？呢、這個就係我哋做人嗰個方法，點解要俾一個 philosophy 出嚟咧？係你要諗下，如果想得到智慧，可以攞一個物料去針對天災，同埋話攞個 WITTTS 嚟話。我可以令到我可以整到个 strategy 出嚟，系做多啲天然嘅方法，唔系话唔用西药啊，但系西药咧个副作用包得多啲嘅，同埋佢系 short term 嘅，佢绝对唔系 long term 嘅嘢嚟嘅，佢系 short term。咁而 short 有 short 需要用嘅时况嘅情况，譬如撞车啊，或者要做手术啊，呢啲唔系就系 short 咯。但是如果你攞曬所有 short 嚟做你個 long term 嘅做法，就係、是、我唔知啊，我唔諗啊，我冇一個哲學喺裏邊啊，咁就會變咗可能一生一世就係、是、根本冇試過。如果少啲問題係點樣嘅？如果下下我哋諗下啊，一頭痛嘅就食頭痛丸咯。我哋唔諗下，依個頭痛喺邊度嚟咧？無霉菌都可以令人頭痛噶，啊，可以係。我哋原來可以幫到我哋自己嘅 hygiene， 亦都幫到其他人咧。有人住喺隔離噶嘛？我哋呢個世界已經去到一個情況越嚟越亂啦。你會睇到好多人咧都唔生小朋友，都係覺得好亂啊。但係唔生小朋友咧，有冇諗過會仲亂咧？點解會仲亂咧？因為下邊之後邊個理啊？人會老噶嘛？人口老化之後處理唔到將來個問題咧？个问题咪重大，咁所以咧，我哋谂远少少，唔好净系谂自己时候咧，可以用呢个 WITTTS 啊，系帮你做你个指南针。系，咁若果呢个 MITTTS WITTTS 嘅。哲学理论可以作为我哋一种引导性的思维，即是在照顾自己的健康方面。可以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譬如我看到博士在这个里面有列出来跟我们逐项解释，就其实这个里面还有一个 trick， 我就觉得这个很有趣了。他在这个哲学体系里面是代表诡计。trick 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些诡计来要是就刺激一下自己，但你要很清楚那是 trick 来的，暂时性帮到你，但是其实呢你不处理了，即是 你可以用天然的方法来做交补都可以。譬如个 trick 呢，譬如有一样东西叫做姜黄啊，黄姜啊， turmeric 啊，那它会怎样呢？它消炎的，那但你拿它来搭上去上面消炎的，但你始终你都要找回那個問題在哪裡，所以你就借用著它的 trick 令到它好一點。然後原來 我平時勞損了自己，我應該換回對鞋，因為對鞋有問題，所以我暫時用著個 turmeric 可以令到我膝頭哥痛啊，或者我用加上 MSM 還好， MSM 加2:1的 MSM 維他命 C 這樣的做法，咁啊，反而就唔痛啦。但系你都要換翻對鞋噶嘛，因為我哋華人好多時候啲腳咧係會扁啲嘅。咁啊變咗扁皮足咧，咁你變成咗咧，你唔整翻個 arch support 咧，長期嚟講都唔係辦法。咁呢個咪就係用咗 turmeric 同埋 MSM 維他命 C 2:1變成咗一個 trick 咯。因為你唔係真係去處理咗嗰個根底嘅問題啊嘛。OK， 所以是自己呃自己，有时都有用的，不是没用的，是吧？ OK， 跟着呢，还有一个统计，
即係第三個 T 啊。咁啊，治療係 treat， 我哋啊一定知道咩意思啦。咁但係仲有一個統計，例如要列出一啲收益同埋成本嘅清單，我哋係咪可以 handle 得到？咁呢一樣嘢係喺哲學當中係點樣解釋咧？啊，譬如個貴個頭嘅唔化算，呢個係好普通嗰啲嘅 cost 啦。佢係咪真係可以令到你長期好啲咧？你又要諗下喎。仲有譬如攞箍牙嚟講啦，究竟係要箍啲牙令佢直啲啊，定係要令到嗰個 palate 咧個口咧闊啲，等啲牙有位走？如果你淨係靠箍直佢嘅咧，但係佢唔係好夠位嘅咧，其實都有個問題。所以而家有好多而家好多牙醫咧，佢知道咗要 expand 咗個 palate， 令到嗰度闊啲，先至好箍。嗱，啲牙都係仍然唔靚好耐噶，同埋個時間要耐好多。但係當你多啲位，係咪會箍得好啲啊？咁所以呢個咪就係有冇諗過個 cost and benefit 咯？如果夾硬嚟嘅咧，可能個 cost 係永遠都有個 cost， 雖然可能前面唔係好貴，但係以後都要俾嘅，同你。個 cost 可能貴少少，因為又要 expand 個 palate， 即係整個闊啲啦。個 cost 亦都係 time， 因為又要耐啲。哇，又耐又貴啲，因為要做多個步驟。但係而家咧，你以後咧食嘢又會冇咁機會咬親自己啊，啲牙多啲位啊，係咪長期嚟講咧，將來好好多啊？呢個咪做 tally 咪可以諗到咯，你可以諗到呢個 tally。譬如減肥又係咯，減肥將來咧退，如果減肥加退休咧，因為始終我哋會退休歲數啦，減肥減得唔啱咧，可以令到將來有肌肉萎縮嘅問題嘅。咁其實邊種減肥啱唔啱？呢啲係另外一個節目啊，冇時間講呢。但係你諗下，一做 tally 你就可以列到個 cost and 個 benefit 啦，唔係淨係錢。仲要個傷害個身體，同埋有邊樣嘢得益咧？肥瘦咗十磅嘅個得益喺邊度咧？同埋個傷害喺邊度？嗯哼，係啦。OK， 咁呢個係最後嘅一項係strategy 係啦，個策劃啦。有陣時嘅策劃咧，同你嘅 intention 咧係唔啱嘅。譬如因為你的 intention 是人家的 intention， 穿回多件冷衫，但是如果你一路到 strategy 就可以考慮一下，咦，究竟這些對不對呢？即是那些箭嘴要大家向同一個方向才行嘛，你想我不打一次而已，但是你不想我吵住你，但是問題是個 intention 叫穿回件冷衫搞不定，分分鐘件冷衫還在塵碗那裡拿出來，那還多些黑黏，是不是穿兩件冷衫呢？所以變成你是不是穿件冷褲呢？所以個情況就是要知道那個 root cause 在哪裡，跟住然後配合一個好的 strategy 才可以處理個問題，如果那樣東西真的是一個問題。嗯，这种担心其实讲真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健康的时候呢就多少少多少少这些这样的疑虑，经常就即我们中国俗语有句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个意思是不是说死得很安乐啊，是讲话若然我哋有一少少呢啲未雨绸缪嘅提前嘅意識，咁就唔會到咗有啲即係發現健康有問題之後，先至嚟補鑊咧，要好得多，即係防患於未然咁解。嗯，好，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多謝曬趙博士今日為我哋帶嚟嘅呢一個。WITTTS 的哲學的健康管理系統，唔多謝。OK， 辛苦曬趙博士，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請你上嚟同我哋普及一啲健康數據方面嘅信息。多謝曬趙博士。拜拜。OK， 拜拜。